开打。等一下就会甩到上去。等一下甩到上去，要转一圈下来是吗？野莲也是美浓的特产呢、欸。因为我们的餐厅的大部分的菜都是野莲那个美浓来的。哎呀，真的哈、哦！哎呀，给美浓掌声一下，推销一下美浓这样子哈、哦。美浓真是贵到好吃的好东西、哦。它里面有一些蔬菜。蔬菜哈、哦。还有绿豆芽。